今天要吃的午餐是大虎屋。拿了什么东西？这个需要的茶上，这样子是不用。然后比如说我要加茶，就这样放。加茶的意思？对。这样是？这个是应该是点餐。点餐，那这个咧？这个是出甜点饮料。然后这样是续饭。续加。然后这样是其他服务。对。然后这样子是没有。这样是没有。那我们先这样子好不好？好啊。这边可以点两样，所以你可以都点肉，你可以点沙拉，然后再点三样小菜，然后再两个饮料就可以喽。黑醋酱定时和炭烤盐焗五花定时，还有这三个，我们一起吃一个。点荞麦面和炸猪排套餐，通常呢会先夹面，然后放进去泡酱油，然后再夹面浸完，然后它这边来姐姐啊。猪排，然后会沾这个酱，猪排酱，炸猪排酱啊。你说那个炸了上面的尾巴那个酱，好吃吗？这是我的菜，鸡肉沙拉。你看它沙拉鸡肉上面有酱，然后你可以夹着生菜，这下面都是生菜哦，然后一起吃。好好吃哦，味噌汤。这是鸭米爸爸的菜，鸡肉，这好像是炸过的，那我吃吃看哦，配一点青菜。好好吃，而且好嫩，它有点像糖醋，糖醋里脊的感觉，好好吃哦。这是我的抹茶红豆冰，他说这个是抹茶冰淇淋，再加上红豆，然后这个是鲜奶油。重点是下面，下面是像布丁一样哦。嘟嘟，吃吃看，有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最后要说什么？对，这样，拜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户屋的晚餐，拜拜。拜拜。